大家好，我是张瑶，今天来聊一聊中共列的这个台独顽固分子的清单啊，那以及为什么这个清单注定会越列越长啊？中共是怎么给自己创造敌人的啊？他怎么把一名普普通通的澳洲的大学生啊，逼迫成啊要去专门组一个政党啊来反对中共的？这是很有意思的啊！之前聊玻璃心的时候啊，说大家是怎么走上辱华之路的啊？那今天应该算是大家是怎么走上反共之路的啊？怎么走上台独之路的？那这个台独顽固分子清单，去年啊，中共就通过他控制的媒体啊，去向外漏风声啊，说有这么一个清单存在啊。那他肯定是想要起到这样一个恐吓别人的作用啊，但是可惜啊，没有看到什么效果啊。那他呢，现在啊，国台办就出来啊，点名了三名台湾的官员啊，说他们上了这个清单了啊。行政院长苏贞昌啊，立法院长尤熙坤啊，和外交部长吴钊燮。那上这个清单的后果就是这个终身追究这个刑事责任啊，说他们和他们的家人啊都不能进入共产中国啊，那相关的企业啊也不能去共产中国赚钱啊。那出了第一项啊，这个追究刑事责任啊，似乎看起来还可能啊，可能会带来一点麻烦之外，那其他这两项都是大家本来就不打算去的，谁会去共产中国啊？现在共产中国是全世界最危险的地方啊，最危险的地方啊，谁闲得没事跑到共产中国去啊？那做生意更是这样啊，大家都是忙着从共产中国撤资啊，这个时候还要去共产中国做生意的啊，应该是有点问题啊，应该是有点问题。所以说这个他所希望能起到的这个恐吓的作用啊，我觉得是很令人怀疑的啊，但是他还是要做出这样的一个姿态啊，他主要是做给中国人看的啊。那因为我之前跟大家聊过的，无论是吴钊燮部长的风光欧洲行啊，还是欧洲议会官方代表团来访问台湾，那中共的反应他现在不敢做出什么实质性的报复的举动他可能是不敢的啊，那但他又不想被中国人视为是软弱的所以说干脆就是假模假式的用这么一个他自己可能也知道没什么用的事情来表达他的一个强硬的态度说自己我还是很强硬的你看我没有软弱就是装装样子罢了。那当然这三位上了清单的都是比较觉得光荣。都是觉得很光荣的那立法院长尤熙坤说哎呀他的这个国际知名度又提升了那行政院长苏贞昌还把民国初年袁世凯没有把孙中山怎么样这个事情来拿出来做对比也给我们上了一节历史课让我们知道说哦原来大家虽然都想当皇帝但是袁世凯想当皇帝这个水平仍然比习皇帝要高得多这个还是不一样的这个习皇帝在皇帝中恐怕也是比较没有水平比较没有水准的一位那像外交部长吴钊燮他也在推特上面发推文说哎呀好多人向他表示庆祝表示祝贺那还有很多人表达羡慕嫉妒说哎呀为什么我们没有上清单这个反共的大家还是要继续努力那我们这些人如果有朝一日真的能上了这个清单那我想应该是名垂青史光宗耀祖的一件好事那要不是因为我们生于这个风起云涌的大时代恐怕还不会有这个殊荣能够跟这个能够做到这样名垂青史的这么一件事情呢那所以说大家还是要继续努力继续加油争取早日能够被列到这个清单里面。
那中共自己知不知道自己在给自己制造敌人啊？我现在觉得，我有时候觉得说他们是不是不知道啊？所以说我这里也提点一下他们，告诉他们说是怎么把自己的敌人制造出来的啊？那譬如说这位澳洲的普普通通的这位大学生啊，伯乐治。他是怎么成长为一位坚定的反共的战士的斗士的啊？他在2019年7月的时候他只是跟朋友一块组织了这么一个支持香港反送中的这样的一个支持港人的这样一个静坐的集会非常和平就是这样举着牌子呀，对吧？举一点海报啊，就是表达这么一个支援香港反送中这么一个政治上的理念。他当时就是澳洲的昆士兰大学的一名学生嘛，他虽然一直都关心政治，但是可以说是没什么影响力的就是没有什么影响力的。但是呢就这么一个小型的静坐的集会居然中共在当地的这个总领事还专门派了一些这些雇佣的地痞流氓去闹场。闹场的时候就是直接是打人他去打这个伯乐治那伯乐治他年轻气盛嘛他也就打回去就把整个的这个场面也都有人拍摄下来发到网上所以当时引起非常大的这个震惊因为如果大家看过这个影片的话我会把有这段影片片段的这个采访链接到我的描述栏里那其实大家应该都有一点印象，因为那个时候是很多人都在传因为这个人看起来你一看就知道他不是一般人一看你就知道他不是一般人，他那种眼神中的那种凶恶，而且那是2019年7月还没有疫情的时候，他却戴了一个黑色的口罩，然后这个口罩上是画了一个就是血红的一个嘴巴，然后嘴巴中间是一排白色的牙齿，就看上去就非常的凶就是流氓就是流氓地痞这种黑社会的那种感觉他绝不是一般的学生所以当时你就是很让人震惊的那后来警方调查确实这个人也真的他不是当地的学生，他后来就跑回共产中国了当时就是中共的这个总领事指使他去的那然后呢这个中共的这个总领事还自导自演然后就是宣称说他就是一个中国的留学生就这个地痞流氓是一个中国的留学生说这是还赞扬他说这是爱国的行动那也就是说在怂恿去让其他的中国人去攻击这样的支持香港自由民主的运动的人。当时就是也肯定是有人响应但是我猜测更多的是中共的指使的这些人去攻击伯乐治甚至去向他和他的家人都发死亡威胁就是连他的家人都受到死亡威胁当时这个中共的这个领事馆他也发表这个声明就是说这个活动是如何如何的这些分裂中国啊之类的。而且当时《环球时报》也点名伯乐治说他是什么反华暴徒之类就总之是狂风暴雨似的对伯乐治发起了这种攻击甚至包括对他和他家人的死亡威胁那伯乐治这个人他是很不服气的他就觉得你这凭什么这样他呢也去澳洲的这个法院去控告这个中共的总领事因为这个总领事去赞扬这个所谓的中国留学生事实上是他雇佣的这些流氓的这个暴力行为嘛。那当然其实就是在鼓励对伯乐治的人身伤害嘛那结果法院呢声称说是这个总领事是外交人员他能有这个外交豁免就没有办法这个推进了在法律上而且这个事情还没完伯乐治他不是澳洲的昆士兰的一名大学生吗他的这个大学呢每年跟中共这边的合作就有1.5亿澳元的收入1.5亿澳元的收入那他们是非常非常的好了这个校长跟中共这边的关系非常亲密甚至把这个就是派流氓去打伯乐治的这个总领事雇为聘为这个大学的教授
啊，你说他们这个关系之亲密啊，狼狈为奸啊，狼狈为奸。那所以这个昆士兰大学呢，就把伯乐治给停学了啊，找了一个完全是借口的这个一个事情啊，说是他什么，好像说是在这个去买笔的时候啊，在去付钱之前呢啊，好像说是在这个这个试了一下，就他想试试这个笔好不好用啊，然后再去结账哦，就这样啊，就说因为说他因为这个啊，要把他停学两年啊。那后来呢，当然是引起很多人的这个注意啊，当时舆论上很多的批评啊。后来呢，伯乐治自己又上诉啊，后来好像又缩短了啊。但是不管如何，都是把他停学了。哦，那伯乐治他自此之后，那当然就跟中共扛上了。那因为。你想他一个这么一个普普通通的一个大学生啊，就因为举办了反送中的这么一个静坐集会啊，又被打啊，又被骂啊，被这个在社交网络上被围剿啊，那自己和自己的家人啊都遭受死亡威胁，还被停学啊，还被昆士兰大学停学啊，就这份罪呀啊，他这口气呀啊，你说他怎么咽得下去？啊，再加上他本来他也就关心政治啊，他非常非常有正义感的一个人啊。以前呢，他可能说话还没人听啊，但是这个事情，在中共的一步一步的打压逼迫之下啊，这个伯乐治的这个国际影响力是与日俱增啊，啊，就是越来越出名了啊，就是越来越有名了啊。在2020年那个时候。当时也是这个大家知道这个黑人的命也是命啊，就这个黑人平权的运动啊，它也这就是一直大家对于黑人呐、啊、这些，尤其是被殖民呀啊，这个大家也都清楚，就是在左派中是非常非常火的这么一个话题啊。结果他在那个时候呢，他就发了一张照片啊，这个就是说中共那个时候的大使去吉里巴斯的时候踩着30多个黑人的小孩的身体啊下飞机，那就是这个黑人的小孩趴在地上，然后这位中共的大使就踩在这个小孩身上啊，就是那是我想正常人看了，我们不要说左派啊，我们就说哪怕是右派啊，我相信任何人看到这个照片都很难无动于衷啊，很难无动于衷，因为这是一个成年人啊，是一个成年的大使啊，踩在30几个小孩身上，而且是黑人的小孩啊，就那种那种感觉，我觉得很少有人能觉得无动于衷啊。那当然最主要的是发这个照片的是伯乐治哈，那而且这个吉里巴斯他以前是台湾的邦交国嘛啊，后来被中共拿钱买走了嘛啊，那结果这回来骂伯乐治的啊，就不是什么总领事啊、大使馆啊或者环球之时报之流了。那来骂伯乐治的啊，这个就开始是中共啊这个共产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赵立坚了啊，他声称伯乐治是收了台湾的钱。说伯乐治收了台湾的钱啊，那总之呢，就这个事情啊，就我想伯乐治跟中共之间的这个可以说是这个互动越来越多啊，就是越来越认识到中共的邪恶啊，也越来越觉得就是这是他毕生的使命啊。那所以呢，他就现在呢，他这不是澳洲有这个地方有这个联邦选举嘛啊，那他现在就组了一个政党啊，这个政党的这个基本上啊，他也有别的这个议题了啊。伯乐治是一个左派嘛啊，他环保啊这些绿色呀这个反贪腐啊这些议题都有啊，但是他最主要的应该算是反共啊，最主要的反共。你看他现在的这个参选的这个党来参选的成员你就知道了啊。伯乐治这就不要说了啊，还有一个是从香港回流到澳洲的一位香港人。他参选的唯一的目的就是要拉下在当地的这个亲中的这个候选人这个候选人他甚至曾经常年为中共的统战部工作过那就等于他参选不是为了自己选上他参选就是要为了分这位亲中的候选人的票就是想办法把人们说服不要去投这位亲中的候选人的票这就是他的胜利了他就要做这一件事然后他自己还是很有信心的
啊。那另外一个啊，这个伯乐支的这个党的参选人是维吾尔人啊，那直接出来啊，就明确的就告诉大家啊，就是他是维吾尔人啊，他们整个维吾尔人受到的这个种族灭绝的这一切的事情啊，那他要为维吾尔人发声啊，他要去为反共的这个事业而奋斗啊，就大概就是这样，就是现在这三个参选的这个他们党的这个成员啊，可以说是一个坚定坚实的一个反共党啊。我不是说其他这个党不反共啊，我不是说这个意思啊，但是说以反共为中心的这个政党啊，就是为反共而拉起来的这个政党啊，目前我只看到伯乐支的这个政党啊。那如果有别的地方出现这样的政党啊，那也是非常令人开心的啊。那至少我目前只看到就是出现这么一个政党啊，最核心的价值就是反共啊，最核心的价值就是反共。那而且这个政党要是没有中共的各个方面的倒行逆施啊，这个残暴的无论是种族灭绝维吾尔人的政策啊，还是对香港的这些政策啊，对香港的这个残酷的这个清洗打压啊，那没有对伯乐支的这样的欺负啊，那这个党是不会存在的，这个党是绝不会存在的啊。那所以说我觉得澳洲出现了第一个以反共为置业的政党啊，真的是非常非常令人开心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台独的清单想必是会越来越长啊，想必会越来越长啊。那也大家都一起加油啊，一起努力啊，争取能够把自己名列这个清单里面啊，真的是光宗耀祖啊，名垂青史的啊，这样的一个事情啊，也对得起自己的祖宗家人了啊，真的是对得起自己的祖辈了啊。我就觉得说，哎呀，我要是有朝一日能上了这个清单啊，我真的觉得对得起我祖上我的家庭中啊被共产党欺负的这些前辈了啊，真的是对得起他们。那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儿吧，方便的话麻烦你帮我跑一跑广告，也请你点赞订阅和分享我的视频，我们下次再聊，拜拜。